我会让你付出比死更痛苦的代价，二次相残，身败名裂，千夫所指。雷腾光，你干吧。君之所愿，吾之所向。此次不来都是自私之物，能杀岳父的只能杀弟。雷震，别跟朕胡说。这龙袍你当真安排好了？属下亲手安排，万无一失。二弟还想谋反，而臣已经找到证据。这些就是大哥所说的龙袍吗？多亏有你火速示警，孤才能及时换掉他们的栽赃之物。老大要整死老二，老二又设局让老大往里边钻，他们都以为朕眼瞎了吧。今日朝中的局面是你的手笔吗？小旭身体里流的是林氏皇族的血，却讨厌征战，若我能掌权，必将换安国和平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人心闭眼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杀我！乱国者，死！